很长时间啊没有在舞台上跟你们见面了，为什么呢？身体啊出了一点小状况，也不是什么大事儿，叫有手机依赖症，说白了吧就是低头族，弄得我这头也疼啊，眼也花，颈椎还不太好。后来我一琢磨呀，这根儿感情在我这手机的这个软件上边，所以今天啊当着大伙的面，我就把我这个手机软件删喽。你敢？哼！不是，等会儿，你们四位都谁呀？我们是你的手机软件。手机软件？我做个自我介绍，我是你的摄像头。我跟你讲讲摄像头的这个关键性。我哎，你没看着我吧？你看着我，你尊重我摄像头。我在这儿呢。哦，对，就是你。好嘛，就这眼神还是我摄像头呢。我现在明白了，我这手机里边照片为什么全是虚的了？哎哎哎，什么叫这边？不是，我看到一女观众，我先照一张。这会儿看清楚了，来，你快回来吧，你真是丢人呐！一会儿再找不着地儿喽。我跟你说，等会儿，你是我的什么手机软件啊？皇上。臣妾日夜陪伴于你，难道说你把人家忘了吗？不是，这你可说清楚了啊！你到底是谁呀？真想不起来了。真没想起来。我是你的视频软件啊。我现在才明白，我这视频软件感觉这么招人讨厌的啊。你才发现招人讨厌呢？你等会儿。哎，你是我的什么手机软件呢？没想起来。这么着，给你提个醒，你说来走一个。当当啷啷滴当，呸呸！当当啷啷滴当，呸！当当啷啷滴当，当来在滴的来滴当，枪地主。当里个啷滴当，过大滴的顺子滴当。别起哄了啊！行了，当我明白了，你是游戏软件是吧？对了，哦，感觉是这么回事儿。当当啷啷滴当，你怎么还？当当啷啷滴当，没完了似的。啊？干什么？当当什么呢？你是我的什么软件啊？嘿，哎呀，你最不应该忘了的就是我呀！你提个醒儿，提个醒儿吧。好，你跟你媳妇是怎么认识的呀？认识。还有你们家楼下超市里头修表那小丫头，燕儿。啊？别说了，我知道了，你是我的聊天软件。算你小子识相。嘿，好，你们这四个呀，来的还正是时候。我告诉你们啊，就是因为你们才让我们老抬不起头来，所以今天我打算把你们全都给删喽。